那有关于资料探勘的潜在应用来说，有哪一些呢？基本上，只要是跟决策有关的所有的 issue 都可以派得上用场。甚至说呢，除了在商业的这种场域之外，还有像其他不同类型的应用场域，它都可以做使用。因此，资料探勘它是各个领域的好帮手。当各位学完资料探勘这门课程之后，不论你今天是位在商场上，或者是其他的各个学科上来说，资料探勘一定可以帮助各位进行不同类型的资料分析之用。